Not me, you never affected you at by a little jacket. She now we I oh oh oh. Ah da da da. 哇，啊、四个了。对，很难，其实很难，是要音准和节奏都要非常完美。但是你说这个节奏这个东西，你要专业的去分析，还是反正你是一个音乐人嘛，你当然是要专业的了。我自己觉得，按你过得去的心理，没有一个东西叫完美的节奏哦，没有完美节奏。哎，现在我们找着了这个漏洞，我们找到了。你可以说的慢点，这就叫 laid back。laid back， 你们 laid back， 你可以祝你生日快乐。也可以、啊、祝你生日快乐、也可以啊，祝你生日快乐、也可以啊，祝你生日快乐、谢谢、你这个是噱头，噱头。现在我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这噱头嘛，就是完美节奏上我们不用纠结了，现在就是要看谁的声音能传过去，然后谁在这唱歌。对对对对。但是你要对上那五秒啊，你不能在生日快，人生日快没唱完你就勒了，那就不行啊。快那就没唱完就不可以，这个解释不了了。对，我们就尽量往后拖。对，宁愿往后拖也别抢。那我们先测谁的1700米能传过去吧。好好好，来吧，你们先喊。哎，我这儿也看不到，哇，真的很远，我这儿也看不到尽头。你看这尽头是，哎，这个有尽头吗？有镜头啊，一共是80多个人嘛，我现在这个时候大概能看到50多个吧。喊吧你，来吧，飞宇，你先喊，最大的声音。来，就好像你唱爽一样爽。老师，那边摄像老师，别把你震飞了，别把你震飞了，你能把它震到飞向宇宙吗？画面，飞宇这一生的传播的距离是1040米，还有差700米，还差640，差660呢。嘉伦哥，乐一啊，乐啊，嘉伦哥，你先别喊你，因为这个房这个声音串去其他地方。统一的可以往这边，你这里挡一点，你来，不会碰到的，扣进去让你，对，不然的不就这样？哦，你真的很聪明哎，来了啊，3、2、1，拉拉拉拉，你这个就要看金浩毛巾可不可以防音，他有没有想到收音这一块？他只是想到吸水了，但是收音这一块，刚嘉伦的传播距离是1220米，我来了，不要站在这里啊，不然的话会，没事，声音不响。嘉儿好了吗？拿你那小烟嗓，好了吗？嘉儿，哎，好了，倒计时了，3、2、1。刚嘉尔的传播距离是1300米，哦，像加多一条金浩毛巾就1600了。来来来，我来，好，我给你两条。这个多了，按着它嘛。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等会儿，3、2、1，No！ 哦。这个应该是，这个3000米了。No！
这个应该是，这个3000米了。我觉得你就在这乐吧。3000米不到3000，你不叫威大？你就在这乐吧，我觉得。那这个我们基地的那边的人都听得见。哇，你是嗓门最大的。但是我节奏不行，我节奏各方面我没事，完美的节奏。你今天要学会一个东西叫雷板艺术，没有。刚才我喊了一下，我已经嗓子已经劈了，我再喊不出来了嘛。嗓子已经劈了，饿了。然后，假如所有的声音都无法传播到1700米远的终点，那我们就要求助这个实验助手了。啊，麦克，我先试一下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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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1700，刚刚就到了。来吧。好。走吧，先过去跟他们看一眼，这什么情况。No, you don't know me, you never felt it, you hadn't, but I don't felt it. Now we哇，1700米真的很远呢。这才400米，你确定我们不要商量好了再开始？有对讲机也能商量。你过来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光这个来回，你要来回多久啊？不是，那我就不去了。哎，我不去了，你们赶快去吧。那我们过去吧。送你们到一半，我就回去了。不是，一开始都没有人叫你来，哥。你快回去，你要。大勋，你先确定几件事儿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好吧，我们就五下。所以祝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了，祝的时候我就可以说了。五秒，五秒，我们同时其实就可以。行，你们去吧，我懂了。你有这个概念就行了啊。我当然有了。我觉得会黄的。走吧，你再想一次就成了，肯定要试很多次。你快点骑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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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听到了。哇！你们到了吗？不是，是人的人呢？还没到。到了。哇！才回我。我觉得你们那边有没有秒表啊？我们试一下。我拿着对讲机喊一声乐，然后我同时拿着麦克风一起喊，然后你听一下中间差了几秒，好不好？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他用对讲机，他说乐的话，你能听到他乐吗？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同时也喊麦克风，那你就知道他这里的乐。我先坐下来传播，好吗？差几秒，对，差几秒，怎么的了？这不用测，我们就同时唱就好了，因为我们就祝你生日快，就节奏永远是一样的嘛。不是，但是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唱第二句呢？哎，我们一定要三个人一起唱吗？我们有一个人可以，你们两个在说的时候，我3、2、1住的时候我就叫他唱了，第二句也是住的时候叫他唱，第三句也是住的时候叫他唱，那永远是对的。试一遍。喂，能不能让人回我呀？很孤独啊。那我们先正式来一遍吧。来吧。没有人回我是不是？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我知道，我们准备来了，等会儿啊。你们，我刚才我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是吧？
没不很重要的话吗？我提问来再提问了一个人，我不玩了。不是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告诉你，先做个测试。对对，现在就测试啊！现在，你们能听到两个乐，然后我先拿着这个对讲机喊一个，然后同时我用这麦克风，然后你看两个乐中间差几秒，好吗？好好好，好吧。那非得说一说不干了，来来。我对讲机开着，你说，然后我们测一下 ，OK， 来吧。好，我现在来了啊，来啊，你自己数。差这么多呢？因为声音要在空气中传播嘛。岂有其理！我人生第一次听到这真实感觉到这个、啊，就是延迟是4.79秒，要是四舍五入一下呢，就是5秒。对，所以说我们之间隔着5秒的延迟。所以说呢，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同时唱。嘿，大勋哥，你说，中间隔了4.79秒。可能跟风速啊、天气什么的都有关系，所以可能有一些偏差。本来应该是5秒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。你们就拿着对讲机唱就行了。一起唱啊，一起唱啊。好的，哥哥。3、2、1，祝你生日快乐。3、2、1，唱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这样，就一起唱，就类似于这样。因为延迟，我们就一起就对了。就是我们唱的时间，5秒，大概5到6秒。好，我们是完整来一场吧。好，你让他准备一下4个乐。准备4个乐。好，我们整首完整的大概来一次啊。好，你们一直按着对讲机唱啊。我每次都会跟你说唱，对对对，唱的时候你就唱，马上唱就好了，你相信我。好的好的，来吧，准备好了，你说3、2、1唱。我们听你的唱吧。我听你的唱，来，3、2、1，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。那就再来，唱就对了，你就喊唱就。重新来一次，重新来一次，慢了，重新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好的，好的，快。3、2、1，唱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唱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唱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唱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唱！乐，来了！不是，哥，第最后一句没跟上啊！我说唱了，那个对讲机有问题吗？是？我不知道啊。是对讲机问题，对讲机问题。差不多了，我们80%完成了。哎，我们直接邀请人来吧。我也觉得可以，来吧，来吧。我们的寿星在哪里？Hello， 你们好。你们好。Hello。还有小朋友哎。Hello。Hello。请坐。到底今天是谁生日啊？啊，是吗？啊，只有两位生日是吧？我正好是今天。啊啊！你呢？我不是。你不是？那你来这里干嘛？